今天我们来玩个网红玩具三合一合金弹射战车，据说玩起来非常的解压，笑死，多解压的我没见过。这个包装和这个外形看起来确实还不错的样子，侧边还有玩法示意图。三台车是一大两小，这个大号战车设计成了一个三角形，整体都是红黑配色，车窗和一些特殊部位则用了透明的蓝色，再加上一些印制和闪电图案的点缀，看起来还不错。另外不光可以用电，它自身还是一台回力车，非常的丝滑。而这两台小摩托应该是作为弹射用的配件，不过它们就不能回力，只有正常的滑行效果。将它们卡在主战车的两侧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正常多了啊？不对，正常车也没有七个轮子的。拔掉保护，打开开关，诶，亮灯了，按下发射器进行弹射。不会吧，就这么点水平，才滑这么点远，还没有它自己回力走的远，你在搞笑吧？还有这个音效也是，怎么时有时无的？现在大概距离一米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嗨，嚯，哎，这个还跑得远一点。为什么这个小摩托它站不稳，会倒呢？哎，你看不倒的话，还是跑得挺远的。所以就可以看到，只要这两辆摩托车不倒，就可以滑得很远。那么怎样才能让它不倒呢？完全看脸。